我是楠楠，今天我准备去取点钱哈。昨天不是有人来要账来着吗？然后钱也不多，我想抓紧还给人家，也不想让人家也来回跑了嘛。现在干啥都不容易嘛，走吧，先把钱取了。先不等超哥开工。不是，那是等我这两天发了工资的时候，我给你俩来，不能吃。都一样啊。我给你俩，我这边上班路上看见给你俩说的时候，我给你俩打了个电话，我给你俩说了，我说这两天都给你俩，我说我这边又给了钱了，给了钱都给他，你还是现在给人家吧，迟早就是你发工资也得给，现在也得给，都一样，到时候就不用给了吗？走吧，我不去了，你去吧，你去给人送过去。走。啊。给你五百。我去买个机器。走。回家。我自己去啊。啊，你自己去吧。今天买豆卖豆角，买点豆角，回家包饺子吃。挺嫩的。啊，有嫩的。啊，过来了啊。还是老样子，总来这儿买凉菜。看家正好有白条鸡，也不用找。我这有凉菜。啊，俺知道。俺总来你家买凉菜，所以知道你家有白条鸡。买了点豆角，买了个白条鸡。这个鸡回家炖汤，豆角回家包肉包子。买完了，然后找超哥去，走吧。